不要问母羊座在做什么，它只想冲哦。母羊座的特质是什么呢？积极、自信、好胜。来，如果你真的是母羊座的话，喝乌米哦，来补充自己的营养哦，开心。不要问金牛座要做什么，它就是稳重。金牛座有什么特质呢？踏实、坚定、有耐性。如果你是金牛座的话，来吃鬼影哦，开心。不要问双子座他在做什么，他只是聪明而已。那么双子座的特性是什么呢？聪明、好奇、多变。如果你真的是双子座的话，记得喝命哦，开心。不要问巨蟹座他在做什么哦，他有一点敏感哦。巨蟹座的特质是什么呢？敏感、情感丰富、家庭意识强哦。如果你真的是巨蟹座的话，补充 XO， 开心，让你变得自信、美好又美丽。不要问狮子座他在做什么，狮子座他是什么特质呢？他是自信、慷慨、领导力强。他只是自信、慷慨、领导力强。那如果你是真正的狮子座的话，补充 heart， 让你越来越自信、慷慨、领导力强啊。不要问处女座在做什么，处女座就是细腻。如果你是处女座的话，处女座有什么特质呢？谨慎、细腻、有分析力，随时补充 V， 加强你的战斗力。不要问天秤座他在做什么，他只是喜欢平衡。那天秤座有什么特质呢？平衡、美感、公正。如果你是天秤座的话，有一些忧虑，有一些犹豫不决，喝上命哦，让你健康又有活力。接下来我们在讲什么星座呢？天蝎座。不要问天蝎座在做什么，天蝎座喜欢神秘。天蝎座的特质有什么呢？神秘、热情、自主性强。如果你是天蝎座的话，保持你的体力哦。我们来吃 fries， 开心，活力满满。不要问射手座在做什么。射手座喜欢冒险。射手座的特质是什么呢？自由、好奇、冒险精神。补充你的 heart， 让你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哦。赞。不要问摩羯座在做什么。
摩羯座只想要实干。摩羯座的特质是什么呢？坚定、负责、实干。你就让他一直实干下去吧。来喝 Phrase， 加强他的实干精神哦。不要问水瓶座在做什么，水瓶座只想要创新。水瓶座的特质是什么呢？独立、创新、理性。我们要加强一下水瓶座的实力哦。来自 Liz， 加强他的独立的特质哦。不要问双鱼座在做什么，双鱼座是敏感哦，浪漫，有同情心。如果你是双鱼座的话，提高你的优秀特质哦，帮助更多人，吃 XO， 让你美丽再现。